Hello，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恶作老男孩。今天下面那个村儿呢，它有一个自来水的泵房，他们说出了什么问题，非要让我过去给他看一下。但是我跟他说，我说我不懂这个工业呀、用电这些东西，他还是非要让我过去。哎，实在没办法，让我过去瞧一下。那个水电，我到时候你那水电行吧，去给杨洋了。我不回去。啊，到时候他们你那个老电给你他回去。我只会。那你那水啊？我只会修酒店那个老玩意儿，不，那是个么子玩意儿？那就是那个。啊？那就是那个小厨的呢。那小厨的。啊。那三厨的。那三厨的。你买什么的？他的冬天不像他们条件了，不跳舞是吧？啊，他们跳舞。一般是累操场一直跳舞是吧？啊，他累的嘞，只能用小舞动啊。小动那后不大半人睡觉。后头的他就是不跳舞。后一后上去了就是不跳舞。啊。没电了吧？嗯。没电了。啊，我找出线，一根跟着讲理，从那根到那根那个是，到那哈。全部都用一样的颜色，我也走不清，走不得线，不是的。我主要是不了解这个东西，他的工作的开关流程，没接触过这个东西，不了解，全是乱的呀，反正。暂时不用那个提电器，把提电器的线你包在那，反正直接上上连到那个了，再抽一个。要不然难搞噻，我把他直接包住了嘞，什么事出完就包住了。你直接点，也可能造成更大的故障，烧别的东西，晓得啦？不能乱吃东西，也是个。比如说，他要是过了，他保护了，你直接不能胡乱造，或者过药，或者其他哪些问题，你上去后造出来，砰砰砰，也是好烧。有这儿，那的可能性都有。是不是也是因为他药的范围正常了，所以他不抽了嘞？你的那么多数，我不抽啊。那为嘛说？你的那已经没得数量了。没数量啊。那个东西没接到工业安全机，晓不晓得？但是我那时候你按着说抽了，你怎么看你动作？动作是了那个放了那个嘞，就是。哦，你说抽是不是好？你放那个咋抽不到？哎呦，我的就是说那个线。我就没接触了，搞半天搞不上，肯定就那个接触了，那会儿。那是冇动。我已经认识了，我是那个我放的，那。我晓得你啥时候按着抽到的，你在背后耗着也抽不到了，你那边嘛不是没那个动作噻？动作呗。那但是那毛两个那油，你毛两个那个，我那头儿改掉了，你改了呗？啊，那油改了，像那老说那油改了，你改了吧？嗯，我尽量还是先把它走通，走通了，把安全扣牢，先为。我叫他把你放。我上去，我不等去。我的这不是我住的，就不是这个文件仓房，那就是我的二楼修的。还什么活儿呢？那是。还什么活？还是有问题。有电了，把它抽了。没抽。关了。哎，关了。不是这么活了。有些电要不走，我出了去。我倒是两根红色的，你想看没？哪儿呢？你想一个问题。那倒是两根都同时不得事儿，有啥？放它，放个好点线。他点着它到了，他点个好分的那条线在里头，然后我那条线上的冒烟，但是点低了它没电，那的效果是不是？接触点着它到了，那头子倒是那两根都在那儿。管他盘子没盘子，一分没接触不得办。人家倒是那两根，看到吗？管他。那两根都没了那儿。哎，我倒是很多线直接好了，哎。手在，看到吗？嗯。行了，手来了哈。嗯，是的。手好，还是只能手动。我估计也不是有人闲了，真是的。我把那的书放在这儿。去放了，放了，那把关灯来也去了。行吧，关灯来也去了，
你吃了五个的这是一个龙凤你说还一成不是娘们干过我的也不是我的媳妇那吗我说你开吧你看我看看那就都没多人上街的你不喜欢那上街上街喜欢啊不不不不喂不喝完啊没不喝我是给我是我是他们这么晚都来晚都来晚我就提的事是不是我讲不过你一声小东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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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东我吃个管理小嘛好吃我这很少有人管理的东西他不管管不管哦我分你了本地他就没看到管在这香肠就好了你起烧热不烧我起了快吃了嗯开饭店你走的还会冲我呗想想到的是吧啊好多哦我看见了那个你在发我走好高路我看见了有没有老妈的你这边走我这是真心自私的习惯他们不理你帮我去比后该解决这个先生我的先生先选空我就是矮的你再吃一包子吃包子很可能就没问题了他们说我都要买点你不当要会的你怎么办着